像我们在过去历史上所看到的，而修学净土那个成就就特别快速殊胜啊，这个殊胜往生的品位增高啊，往生的瑞相显明，功夫稍微好一点点啊，就是稍微好，就是功夫成片的上品啊。我们讲功夫成片，四义心、理义心啊，假设都把它分作九品，功夫成片的上三品，往生就自在啊。自在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，俗话讲啊，生死自在。确实超越了业报啊，世间人这个命是寿命是业报啊，寿命到的时候你想多活一个钟点也不行啊，啊，没到的时候你想早死也不行啊，啊，所以那些自杀的不行，不能解决问题啊，啊，所以自杀要找替身的，他找不到替身，他不能投胎，不能转世，那个事情很麻烦的。以为自杀解决问题，殊不知自杀带来问题更严重啊，更麻烦啊，所以生死自在，想什么时候往生，这个念头一动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啊，随时可以走啊，不要生病啊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自己想什么方式走就什么方式走。